怎么没听清？啊，他都五个字儿，你见他就杀就完了，字就杀就完了。OK OK， 你见他杀就完了。看不见，看不见。红红超喜欢骗人姐姐，你别信。几个字儿？游戏里别信他，我老实人，我老实人。这个游戏里有几个人不能信？一轰轰，二杀 K。OK。孙悟空有的时候也不太可信，我绝对不骗姐姐。我怎么不可信了呢？我老可信了，过神。那我可以骗你吗？可以，没什么问题。可以可以，你把白白麦关一下，麦克风你要记得开重音，然后麦就可以关。重音死了之后再设置一下按键发音就可以，活着的时候你就开着自由麦，全程自由麦就可以了。哎，你们两个怎么霸凌我呀？好的，这边关了是吧？我没有啊，没有啊。你们两个，我踢球呢，在后面捶我。不过我们两个霸凌你，你也没什么好说的呀，你也打不过我们俩呀。我撤，有什么可？我刚怎么打着打着掉下去了？掉下去。嗯，姐妹们，几个字？四个字。Yes。俄罗斯转盘玩不玩？玩。怎么玩的？俄罗斯转盘。哎，我教你啊，我可以玩。那个没玩过。我们来那个这么的吧，这把咱们来那个机场，那个左下角那个地方，怎么样？行啊，没问题。不扫兴，万一圈不在机场怎么办呢？有道理，那我们去哪？看一下圈再聊吧。咦？你好像傻子呀，虫族。我操！你真的，你别到时候去日本。哎，他，我跟你说，布鲁塞平安啊，糖豆的人不是有他们说我开了变声器很像你，虫族。毛，真的假的？那个、真的可以聊，很诚心。farm farm 啊，转一转，转一转，很诚心。farm farm 啊，小弟。farm 我去 farm， 咱俩小店，这玩意咱俩小店，怎么有鸟在叫呀？我们不是不是，溜溜你去 M 城吧，溜溜，那我们都一起跟溜溜姐去 M 城吧。那我去，我拜拜。我去 farm， 一会儿去找你。溜溜姐来这个 M 城，溜溜别去，猪猪，看我这骗你啥呀？那边人太堵，哎呀，没了。这个 farm 好像有点穷啊。那 farm 也太穷，穷成这样我咋玩啊？这是人来的地方啊？守将军啊？这他妈守将军是吧？好嘞，那捡这些有个屁用？我问一下，是手枪局吗？是啊，手枪局。手枪局，喂，有人吗？聊一下，博士。好像是，因为你可能就是手枪局。你能行吗？如果只有手枪，就是手枪局。哎，我绝对能行。我第一个字是黑的，黑的反义词。对呀、啊，一样的。你那，你第二个字是什么？你家有的。不是真一对吧？你看，
你上来就黑的反义词啊。我跟你们说、啊、我跟你说啊，他们可能是白的反义词这意思。嗯嗯，我你这个第二个字是什么？第二个字不你家有的吗？它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动物。来，走吧，猴哥，我俩绝对认对。第一个字黑的反义词。嗯。后面两个字是以前上学时候的。哎，对对对对对。每天会遇到的。上学。对对对对。坏了，咱俩一伙了。嗯。咱俩这是真一伙了。走，我们去找六六吧，教他怎么玩，感觉他不太会玩。去，他们不是在 M 呢吗？找个车呀，有车没呀？不是你 M 城，你不跑反了吧？我看看，没反呢，我标了个黄标。你标黄标，我上哪能看见啊？亲爱的猴哥，不输吗？我说你标黄标，我上哪能看？这手枪有啥好收的？哎，搞点药，我有个自行车，哎，自行车行，你要不要租个自行车呗？自行车行，我也搜一个。哎，不用，有战术背箱，我直接来一个自行车，我看有没有。没有啊，我看过了。战术背包，应急处理装备，这个行，这个厉害。那我骑车走了。猴哥，啊？那你给哥们扔着了？我就给你找个车呗，我找着车我来接你呗。你也跑不快，没事，我跟你走吧，走吧。哎，那哥们等等你。没队友选了吧？这个能自己用。啊，原来这边是 M 层啊。嗯，右边有空投，在哪呢？哇哦，有车呀，他们。接下来发布上帝任务，第一个前往防空洞里的玩家可以获得一个人的身份信息以及上帝导航。防空洞，我操，那个右上角。哎，带一下，这他妈的。跑的真快呀！没有车真不行啊！倒杯水来。谁呀？恭喜轰轰完成了上帝任务。人呢？沙奇击杀了轰轰，无需自雷。人呢？喂，有人吗？哈喽啊，有猪逼呀、啊、
那肯定的，红猪啊。猴哥，你是啥呀？猴哥，你搁哪呢？我在房子呢。我是啥？你先说你是啥。嗯，咱俩不对就走呗，别打呗。那可以，没问题。信任。嗯，你这个是主角还是？波罗塞冬击杀了阿三体。我这个是主角。主角啊。嗯。你是那个反正啊，反正就是那个吗？啊。我操！不会那么想你就是我队友吧？换个背包，沙漠之鹰。嗯。可以，没问题。哦。Saki 是我们队友，但是不知道被谁杀了。Saki 呀、啊、，OK， 没问题、嗯。那都是你问我，该我问你了。你问我。波罗塞冬上来聊天。阿萨基，不对，不是我问你，该你自己说一个了。你问我，我直接回答。我俩都收枪，不对就走。我问你，问个什么呢？动画片儿。哎，这不用说、嗯，这都知道了。算了，不管了。人都是这个动画片儿。跟你走一块吧，走吧。谁跟他骑自行车呢？沙克也没死啊，沙克。Hello，Hello，Hello。啊，不是。Hello，Hello。哎，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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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干嘛现在？我们要对词儿啊。嗯，好。姐姐，你是什么？我是。猴哥，你叫他姐姐，我觉得好怪。啊、就是尊称。我觉得你听着比六六大多了。那马老师还叫我猴哥呢。你现在咱各论各的，我叫你猴哥，你叫我。没问题，各论各的。姐姐，我提醒一下，就是不能通过直接说出词语的方式对的，可以描述。OK OK， 啊，好好好，那你俩是啥呀？我们两个，咱俩对差不多了。六六，你这个是，我们先君子协议，我们先把枪收起来，然后我们好好聊，好不好？怎么收枪？X， 按 X，OK， 好，你等一下掏出来就按三就可以了。哎 ，OK。等一下人呢？哎呀，有一下人，等一下，我先说啊，这个是动画片里面的角色，是四个字的，对吧？对吧？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哎，不对，不对，那不一定。他有很多词都是很像的，这都是很像的，啊、好吧？啊，这样的，他几个词都是很像的。我的是动画片里的，对，动画片，这是一个动物。哇啊！我们先往圈里走，一边走走，一边走一边说吧，要不然一会儿堵死了。有车？嗯，这有车吗？这是我的车吧？这六辆？你自己没有车吗？我没有车呀，我车让波罗塞冬骑走了。走吧，不行了，来不及了，快快快快快跑！今天是海龙王的寿辰，第一个将载具送到海底。为海龙王祝寿的玩家可以获得一个人的身份信息，一起上帝导航。哎呀，我这，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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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战术背包，我有点厉害。对了，我先问你，我们先进来，好，我俩先对着。恭喜小白哥完成了上帝任务！哇！我这个背包太猛了。你的是主角。不是不是不是，听我说，陈明，你要聊的，陈明，你这个游戏你不聊，哎、你跑 你永远找不到自己队友，就像上线前我们一样。腿崴，你不要歪歪开麦。哦，对不起，没有关。我有盾，嗯，那我跟同族联合一下，最后再把他拿下。
小白名字击杀了陈平安，无需自雷。姐姐，红珠呢？嗯？怎么不说话？没听见我？嗯？猴哥，是猴哥吗？对对对对对对，铜珠呢？姐姐。童珠说，童珠说咱俩是一伙的，他说他跟你有君子协议，让我别杀他，他先走了。我跟你是一伙的啊？是啊，那你是主角吗？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OK OK OK， 走，咱们俩一伙没问题。对呀，红珠怎么能跟我不是一伙的呢？上来我带你。他骗我，我待不了，这不让骑，这没有座，我走吧。你坐把上。把上可能屁股坐不太了。我们先进圈儿。好，联合。C 哥使用载具。击杀了铜珠，吃毒了，姐姐，走啊！不不不，请你自雷！不不，请你自雷！对不起，走走走走，吃毒了，进圈啊！就剩咱俩了吗？还有六个人啊、还有四个人，咱俩反正是差不多是一伙，咱俩可以这个。无法恢复高于当前血量值，为啥？安排。不动了。哎呦哎呦！嗯，咱们要缩圈了，猴哥。对对对对，缩圈了，缩圈了，快走！现在进入第六个圈，前面325，有三个人。装备禁止。哎，谁哥，啥情况？现在我跟杰杰一对啊。OK， 我收枪。收枪，咱先别管，对面有俩，对面有俩，先别急，对面有俩，对面有俩，哎。名字击杀了 C 哥，无需自雷。C 哥没了，姐姐，咱俩得打了，得打了。哎呦，好痛，好刺激！这怎么办？完了，我被打了。这怎么办？我去右边拉枪线，咱俩进，怎么样，姐姐？OK 哎呀呀呀呀，完了毒来了，不行了。崔婉莹击杀了猴哥，无需自雷。啊，不用。崔婉莹击杀了姐姐，游戏结束。好可怜呐、啊、姐姐啊。哦，你不三个人的，他们组三个人啊，是不是？两个人。哦，我第三，我明白了，真是笨蛋。他俩厉害，菠萝赛道上来就没队友。我听偷听猪猪跟别人说话呢，他说他遇到你了，然后把你杀了，但他说的完全不是这回事。我就说我的同志，你怎么杀我队友，我就把沙给杀了。他又上墙给我播报啊，我杀没杀猴哥。我举报，嗯，这个把我碾死了。他说
我以为你是猴哥，我就直接甩过去了。啊！童珠，我找了你整个地图都找不到你啊！好死！撵！我找了你一整个地图。撵人要黄牌警告的哦！撵人犯规哦！对，不能开车撵人哦！犯规哦！我车没停下来。C 哥，使用载具击杀玩家，黄牌警告一次。OK， 上帝公布一下本轮信息。接下来公布一下分组情况，本局陈平安姐姐轰轰为主，他们的词是黑猫警长，崔姐童珠名字为主，他们的词是白鸽侦探，猴哥沙奇波神为主，他们的词是白猫班长， C 哥为本局阎罗王，不不不为本局链子，他的链子是童珠。啊，我真的不是，我找了你一整把，我跟他不是一组呀。哦，我这乖，我赢了，没事，我三个人为一组啊，现在是。我寻珠记，姐姐，我跟你讲，你衣服别丢给别人了，你知道吗？姐姐，赢，你开一局把衣服丢别人，我以为他是你，我追他喊半宿。不是，有个问题是，对，他们上帝要我找个人巡逻，然后我说菠萝，他说他臭了，我说那轰轰，他说也臭了，我说沙皮，他说他也臭了。哇塞，到底发生什么了？我刚刚我就开始说，我说，哼哼哼哼哼哼哼，然后开始说，我们俩就对上了。他会骗你，你知道吗？这个卧底就是他会骗，你知道吗？他会骗你。这个好像都是黑猫警长的角色，我没看过，我还以为是一样的。白猫班长是那个接电话的，白鸽侦探是那只鸽子。等等等，我就给轰轰杀了。我的乖，我真没看过。原来都是一个动画片的，我也没看过。我小时候看都是什么《精灵世纪》，什么。你会完了吗，六六姐？这个我会了，会了，会了。但我不知道那个阎罗王是干啥的，阎王是干啥的？就是白板，白板相当于他什么信息都没有，他要靠自己的想象力去推别人的牌，哦、知道别人的牌。OK。但他可以乱杀，他也可以对，但他可以乱杀，你杀人没有，就是无责，就像《鹅鸭杀》里面杀人无责。还是一个人一队的。平安，你能跟我把故事讲完吗？我恨你。哎呦，这把。车婉莹真跟我是队友，还好我没。我故事都没说完，我就成了故事的主人公哎。我看他掏枪了，轰轰就是这样被 Saki 击杀的呀。上一把是车婉莹他们。啊，是我们。然后同志来吧，同志你选吧。是的。嗯，我想去。谁撞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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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吗 ？NB。新来的朋友，我们得让新来的朋友有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哦，不，姐姐说的是。NPC 意思让六六姐抢，一个意思让六六姐抢。那么多，你是你？唱是有版权的，你不要给我搞疯了。你坏事多的。嗨。哦，赢的人可以指派让谁唱歌，是吗？嗯，对呀、啊。是的。好是的，是的。你那一队应该说，对，还有谁没进游戏啊？还有我啊 ，OK， 我拉一下你呀、啊。还有谁？还少一个。我等一下，我输密码。OK， 你这是逗乐鼠，我这是秘密虾条。秘密虾条，唱歌。唱个什么不玩了呢？我来吧。下头啊，吃秘密虾条也下头啊？是你自己思想有问题吧，大叔？身份发放完毕，有异议可以向上帝提出。